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上单啊？那也行，我中也可以，我打小绿人比打铁男好打一点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生命中有三件必经之事：荣誉、死亡，还有宿醉。我这是什么？我这是可乐吗？我这是法胶啊！出击！且随疾风前行。你看这亚索这么长的头发，能行吗？这头发，我去戳他们一下子啊！哎，辽贤。谁的人头啊？女枪的人头。是海豚的故事而已，真是大错特错。戳一刀。嗯，一级咱俩谁也别补刀啊。平 A， 戳一刀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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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中风，哎呦啊！一上来 A 一下，一 Q 二连接点烟，一走，一 Q 二连平 A， 一回来平 A， 一 Q 二连平 A， 不上了，他有一 Q， 我们不上，不上当。回家了，这戳也没用，我有盾。回首往昔，为什么学 W 呢？可以学一级啊，没关系啊，三级学个 W 没问题。我一上来戳一刀，一上来平 A， 一出二 A 接中风，一走平 A， 平 A 戳一刀，平 A， 平 A 闪现平 A， 一回来一扣二练，哎呦啊，晚豪，没事，这皇子没闪现。我的人头，哎，漂亮，他把小绿人杀了。你给我中风，平 A 戳一刀，平 A 一过来，啊啊！一扣耳钉，啊！可恶啊！可恶的皇子儿！不够冷静了啊！这不够冷静。狼了一波，
近方，一归来平 A 接戳一走，戳一下一归来，一归来接重风，戳一平 A 一走，戳一刀平 A 一归来，再戳W 那些中风接大招，点炎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戳接傻眼儿，接死亡。哇，这他妈第六分钟给我出了个钉，我都佛了。Shut down。他这钉是除的呀还是给的呀？给的应该用不了吧，六分钟。他生了那就不行了，生了打不死。给我中风，看看黄纸打没打红，打红了，走去分下路。接大招，戳一下平 A W， 一 Q 耳链平 A， 冻风的锐饼，冻风，给我杀锐饼来，让他先扛打来，我就是手气儿，我们右键点着他了。这不勾引一波小鱼人，这得勾引一波小鱼人啊！啊，这得勾引一波小鱼人，来，来大我来，来大我来，哎，抠闪一下，凭着一抠耳裂。中风锐饼，挡不住，谁跟你说挡不住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那小绿人的那个小鱼人挡不住。谢谢猴的鸡巴碎了，不对，应该是猴的鸡巴碎了。啊，再去一波下路。哎，他们好像知道我要来了，你知道吧？
我们家居然是劣势值，我都没想到。接不了大呀，老妹儿！一 WQ 平 A 戳一下，我一走戳一刀，接中风吸血。到平 A 平 A 戳一下，中风。啊！给我手波中。就是挡那个小鱼儿，大鱼挡不了，挡那个小鱼儿让他没有办法贴我们身儿，正常不是吸人家身上了吗？这个就吸不着。无罪，这来个海妖。这个打皮，中风，不拆了，走。哎，可以打，抽一下，挡住，戳一刀。再说 AE 死了，有点脆，虚区有点高啊。这不出盾弓，不捉盾弓，攻速慢，玩起来不舒服。我决定就海妖来一把。这瑞饼加黄纸加女枪，这伤害有点高。这小绿人真是在我面前一个兵也不服。我不戳你吗？给我中风。回首往昔，也不知道这俩人搁中路干啥啊，你说。你今天就一个刀也别补啊！
晃。有没有记忆？没有记忆啊。往这儿，往左边走，那不行，我们回家出无尽去。出点什么能再右一点？来个蟹手啊！我到了，树叶的一生只是为了归根吗？交闪了。哎呦，这干哈呢？这是在草丛里边蹲我呀，这挺吓人呢。啊，可挺吓人呢。来个人啊，这我哪敢过去呀，这那碗猴咋不来呢？这我也不敢动啊，这啊出来了。那黄子加小绿人两个人一杀我一下我就死。咱可以上路干一波的铁男，他没有物抗，我们现在戳他老疼了。别急扫啊，这波不急扫描。好，可以上了啊。这边过来看一眼。拖一刀平 A 中风，这 A 拖 A E。我突突子弹，没事，他必死。他这是必死的，没个跑，因为有小兵，我们肯定能杀得了的。无论怎么玩，他都是死。感觉这伤害也不高啊，怎么感觉这海妖无尽蓄蓄有点低呢？灭亡之路短得愁。小驴人，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？哎呀，我得从中间走，下面人有点多，容易被劫，知道吧？这波，那黄子是不是一个人搁这打？你们先给我中风。然后我就死。其实我这边能走，只是我没操作好，我没看见那小绿人的小鱼儿，你知道吗？我那风墙我没看见他那小鱼儿，我看着是小鱼儿，我一个挡接闪现，然后躲掉黄子啊，一个跳弹走，完美。决定来个饮血剑。或者是破败。
出个破败吧。那黄子儿装备挺针对我们的，先来个破败。来来来来来，别怕，我到了。你给我扣他，戳一下，一回来平 A 平 A W 戳一下平 A 平 A 平 A 走呗 ，Q 闪点炎平 A 一 Q 耳链接大招戳，没有红，最终。重方戳一下，戳 W 一平 A 接重方接平 A 戳一刀平 A 平 A 接戳一刀接重方耶，这铁男没人管一下的吗？这跑了。哎呀，我接大好了，有问题啊，有瑕疵。来个蟹手吧。玉饼来了，我喝了。那黄子一点面子不给我，见面就扣我，一点面子没有。你快点把他抱起来，杀那小驴人，你杀那黄子他有那啥。还有死亡之母，皇子啥理解不出神话，你管人家呢，人家乐意出，管着吗？再说神话能给多少被动呢？也躲不了多少玩了。你俩玩吧，我们中路推高地了，这波咱就不去参团了啊。
我才发现我们家是劣势局啊，还劣势了十个人头呢。我以为俺们家优势局呢，我寻优势的都不行了呢。我这一看不对劲呢、啊、这。那这得好好玩了。我都没注意。来个春哥。不参团对面三条小龙给他了，无所谓的。瑞饼来了，瑞饼。别怕。给我中风。来。小驴雷要过来好像啊，等一会儿来。可以大龙。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打直接打直接打。我这杀完这瑞饼，他们家没有视野了。多么小的鲨鱼儿！啥意思？这黄子不杀黄子，接大招，戳一下平的，再戳一过来一扣耳裂，就杀这黄子，戳点烟一死，来一扣耳裂一过来，扣闪接中风一过来点烟戳一下平的接 W。接戳接平 A 接 E 过来接 A 接中锋接 A 接 E 接 A 接戳接 A 接 E， 吹过扣，拿下。